大家能够踊跃的报名。十一月八号单车约会趴，只要报名，我们有准备像我头上的这个帽子，有1500份，先报名先领，因为不是比赛，是只要你骑着自行车从这个路线走一趟，走到结束之后，你就可以来参加抽奖。抽奖大概我们的总奖金的奖项有10万块钱。我推荐大家来跟我们一起，跟我一起骑单车。然后呢，活动的路线一开始很轻松，但是有一个部分就是壮丽的山景很漂亮。一开始它的坡度会让你们觉得很累，但是你们不用担心。最后带来的美景非常漂亮，然后你们一路付出的汗水跟体力都值得，很开心来到这里，有机会跟你们一起骑单车，而且开心到等不及活动日的到来。对。